周会上关于生活类以及美妆类的视频，所以说如果你对我未来视频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多多评论哦。那么这一周的视频呢，我想要给你们过的一个产品测评呢，就是我在一个月前预定的 Foreo 的这一款 UFO。 那 Foreo 我觉得大家知道它可能是因为他们家非常出名的洗脸，那我自己用了之后确实也觉得它的洗脸非常好用，甚至我觉得比 Clarisonic 家的要好用很多。我上个月知道了它要出面膜仪的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特别特别的期待。我又是一个看到面膜又走不动路的一个人，我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预购了。我在看它的介绍的时候还说的是它是一个面膜仪，第一有光疗，第二有冷热两种交替的模式，第三是它是可以有震动，可以更好的把精华可以深层次的导入。那么我自己的感觉其实更像一个导入仪。那 New Face 啊以及很多其他不同的品牌其实有出过这种不同的导入仪。我觉得我对它最感兴趣一点就是它可以在90秒之内完成一整套像 SPA 一样的流程。那么这个短时间对于我早上跟每一天早上跟打仗一样的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所以说呢，我就非常想尝试。那它现在也只出了两种疗程，一个是这个叫 Call It A Night， 这个是晚上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早上。所以他们家是有要出更多不同的疗程。那我也不多说什么，现在就带你们看一下我昨天以及今天早上用的效果吧。我怎么柔弱的说话是因为现在半夜，我已经就是洗完澡刷完牙洗完脸了，所以说我基本上我现在脸上超级超级崩，很崩，非常崩，无比崩，很久没有这么崩了，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上任何的护肤品。与 Foreo 的这个 UFO 配套的呢有一个 APP， 因为这个 APP 说是还在建设当中，那么我后面就会给你们介绍这个 APP 有多么的鸡肋。我也是第一次下载它，打开之后的界面呢基本上就形容它这么厉害那么厉害非常厉害。那你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读，你可以去建一个新的账户，或者是用自己已有的账户去连接新买的 UFO。 说明书上面写的一样，按 UFO 侧面小凹槽三秒钟就可以开始匹配模式。哎呦，我拿反了，包括我也没有撕掉，撕掉撕掉撕掉，我觉得撕这种模子有非常非常大的满足感。我反正第一次是匹配了非常久才成功，之后就是按照 APP 上的要求来了，扫描面膜和底下的条形码，以及把小面膜平整的放在 UFO 上，小凹槽一定要对上，并且把塑料圈有突出的一面朝上，然后用力的摁下去，然后就可以开始啦。哎，怎么没反应？开始，没反应，开始。哇，我是重启了 APP 之后它才开始的。那么前30秒呢，它只有热疗，也就是你看到这个红色光的时候，30秒之后它就会开始震动。那么其实启动 UFO 并不需要用到 APP， 用它的按键就可以了。我只是比较好奇吧。用完之后呢，面膜片会变干了很多，原来上面原有的精华应该是吸收到脸的深层的肌肤了，因为用完之后的皮肤其实并不油腻。那么用完之后呢，我其实会去比较好的去用水清洗一下，这样子不会每一次都要把精华残留在上面。我用完了叶片对比，其实感觉并不能看到非常多的改善。 Hello， 又是我，早上的我还有我的小呆毛。介于昨天晚上用的看不到太大的差别，所以我就希望早上可以看到更好的效果吧。大家一定要把面膜片按平整了，不要跟我一样弄得起泡了，或者是不压好，不然后面会卷起来，然后自己用的会非常不爽。那我们就跟晚上一样打圈圈吧。这个是它震动声音。我发现哦，早上的面膜是有冷凝效果的，但是晚上是没有的。冷凝呢，它发光的时候就是你看到这个红色的光变成绿色的光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热热的 UFO 突然就开始慢慢的变冷了，没压好就会变皱皱的，感觉用完脸是变嫩变亮了一些。最后对于他们家这个产品的一个小总结，用之前我听到的消息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我这两天其实我的皮肤状况并不能产生多好，就是我有各种不同的红肿啊，肤色不均啊，又有点干燥啊，然后有点暗沉，所以它在任何这几个方面里面做到一个改善，我觉得都会让我觉得哎，它是有用的。所以我并不是有一个完美无瑕的肌肤，让它没有任何去改变的地方。它的效果我并没有说我是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的皮肤依然是有点暗沉，依然是有点不均，然后有点红红的。它可能跟其他面膜我用出来的效果就是它用完它不会很黏。我自己感觉最大的可能是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妆比较的服帖，晚上的那一次我不是有太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要看大家，并不是像他们自己网上说
哇，这就是一个 you know, life changing 能够改变命运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就是量力而行。我对他的想法是，他可能确实不是一个短期内是有会出很大效果的一个产品，还是需要长期使用。那么要注意的是，因为它不像其他的美容仪啊，你用了你慢慢用，你也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投入，你投入了那么多钱，你买了那个美容仪的钱，它是有跟它配套的一个消耗，考虑去买它的时候，就是它的价格是在不停的增长的。好了，这就是咱的今天。如果你对有视频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下方的赞。如果你是想说的，可以在评论里面说出来。关注我的视频哦，我每周会发不同的视频，关于美妆，关于生活的。那么你可以点击下方的 subscribe 和上方的关注。我们下周见，拜拜。